哎，刚刚谁出去了？谁进？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说一下，江心人去上厕所啊。啊，这个真有那么多人呐、啊？至于还那么多人学，车祸还经常发生呢。是的啊，咱们很多人学舞蹈，就证明这一个学科、这个专业，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可取之处。然后，并且这么多人通过咱们的舞蹈考上大学，那也说明我们舞蹈艺考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途径，去帮助孩子完成他们的舞蹈梦，并且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大学梦。各位，你像我一样吧，这样踩住，直接踩，对。他说了，他说我的腿过不去了。啊！山东省考的事情，我们这不能评判。那边这个，咱们可以谈一下广东的事情啊。咱们广东省省考，别动，你那边别动了。我山东省考那个事情，直播间是不能说的啊。这个同学们现在是在撕胯。来下腰，往左边下腰。大家可以直播间看一下，我们的老师都是很温柔的，从来没有说是打学生啊。打学生那个可能是很早之前，很多年前，那一批就是老师可能还会打。不管其实不管是舞蹈的还是其他的，你们小时候就是欺凌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欺凌的人是不是也被打过？就被家长打，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现在咱们是主打一个就是科学教育啊。你知道老师，五言的老师从来都不会打人的、啊。放松放松，下去。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我们这边呢，给大家发一个小福袋，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来，手放上面去。你看那个块就正，去记得。大家稍等一下，这边来给大家发个福袋。他都使劲，不使劲他不就白耗了？啊！你自己使劲把这个屁股坐下去，使劲，相信自己，你一定行。坐，对，其实你现在是已经在坐，看到没有？这些都是咱们二四届一群追梦的同学，然后大家不要去恶意的去揣测人家的一些东西啊，不然的话我这边也不会说对你们太温柔的，就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我们的福袋啊，我们的这个左上角有小福袋，大家可以领取一下。不是。左上角的小福袋，大家可以领取一下。立马脚掌贴。然后领取到了福袋，到时候如果有领取到福袋的人，可以后台去私信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领取到福袋了。然后来报咱们五言的元旦营和寒假营的话是有优惠的。你看软多少啊？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软了好多？你像咱之前这都进不去喂。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可以坚持一下，吐气，吐气，让他憋一会儿，让他憋一会儿，耗一会儿就好。然后有任何大舞蹈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打在评论区哈。十，大家领取一下咱们帮我准备好一个垫子。你先自己耗，我就开始给你撕。底下脚后跟别晃啊，一涵。到时候领取了福袋，就是已经有的话，到时候可以后台去私信我一下，咱们有小礼品可以赠送的。咱们倒计时八分钟以后，咱们看一下哪一位朋友可以抢到咱们的小福袋哈。我知道，看到了。欢迎大家来到五言广州校区傅家明老师班的总共课，这个是我们二四届的同学，然后这个同学呢是稍微算班上比较硬一些的同学。这样变得更疼了。然后所以说老师会给同学们会稍微对他关照一下，想要他赶紧把这个咱们的功给练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同学他的技巧和咱们这个剧目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是差在软度上了。
这样会缓解他往下内扣。因为他稍微硬一些的哈，也希望这个同学能在考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一点了哈。咱们五年呢会为每位同学定制他的学习方法，是就是比如说软度差的那就多给他练软度，如果技巧差的会给他加课去练技巧，然后剧目差的话也会给他去加剧目课啊，剧目小课。贴住了，老师用力点就夸那里。好，好一点吗？这个是咱们的四胯，其实它就算四胯了。一般咱们四胯是在臂踝上。好疼！谁？你都没给它踩下去啊？它软的多了。红玉那个胯上的那边轻一点啊。这个是咱们的佳明老师啊，佳明老师和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咱们其他同学呢也在踩胯之中。这个其实算是四胯了，就是把他的腿给往墙里贴。数十个，数十个，所有人就下了啊！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福袋啊，还有六分钟倒计时，刚刚来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福袋啊。OK。还好。体验营是什么？对，这个我问体验营是什么？咱们体验营呢，就是想参加舞蹈艺考的同学可以来五研提前体验一下舞蹈集训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咱们可以提前学习这些舞蹈的课程，比如咱们的表情课、软度课、技巧课、弹技课、剧目课等等一些啊。然后并且可以预约咱们免费的校长测评，大家都可以关注我，后台私信我来了解一下 okay, okay. 了解一下舞蹈艺考，了解一下咱们五年的寒假体验营、会不会扔在私里。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同学啊，就知道他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他只是说当时会痛一些，但是他可以还是正常的。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同学刚刚被撕完以后现在还是自己正常的这个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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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走。好你的喽，一会儿等你闲下的时候再去。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佳明老师，疼吗？屁股痛，哪个屁股痛？哪儿啊？欢迎大家正后面关注点点赞啊！还是下面痛？等一会儿的话会给同学们去撕腿，这样的。然后大家有任何跟舞蹈相关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打出。啊、哦，你俩是一样的，你俩凑一边，你俩凑一边，凑一对。是说同学们吗？这个是他们正常的训练哦。又腿痛了，这样的，哪痛啊？胯痛了吗？为什么会屁股痛啊？调整一下，这儿吗？是这个骨吗？他们很久都没有。这个踩胯了，这个、被这样子踩胯，因为同学们其实软度已经练到一个不错的程度了。然后，但是现在咱们省考冲刺，老师还是会提前给他们把软度再压一压，这样考场上会更突出、更显眼、更有质感一些。对，你好像刚开播，对，刚刚开播。我们一般是9:10开播，这样的，开播一分钟了才。这样的，还好，胯痛。谁哭了？我们慧慧还没哭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小眼镜，你俩站上去啊，两只脚。就打在评论区。为什么？可以站上去啊，你们那只。
那只脚踩到你们的那个好的那个脚上面。是啊，这雨欣。看看别人，咱们就是跟着佳明老师一起来。你们仨怪可爱的，怎么了？咱们这个是踩在上面，是我们佳明老师，然后别的同学是也是在踩、啊。大家看一下，给大家转一圈看一下。哪边不行了？这边又不行了。你这个屁股是怎么回事？刚看到了吗？那个，你别收紧呐、啊，你别跟我抗劲儿，别抵抗我，就不痛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因为冬天了，虽然广州啊，但这个冬天老师们会穿这种样子的舞蹈鞋啊。彭一涵，你怎么了？那边大家看一下，两个同学在踩。使点劲儿，踩下去。这是两个同学啊，两个同学踩一个人，一人一只腿。所有人身体靠墙，带香香。他们踩到你们下去，那个是科目三的。两个人踩用力不均，可以看的啊，就是说你的腿，你在那笑，他在那，你在那哭，他在那笑，能不懂？基本上力度就是一样的。下面这位同学也是有感觉的，他只要跟上面同学说一下的话，上面就会依据这个他的这个高低，然后给他去踩，用不同的力。切，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哎、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就打在评论区。哎呦我去，这大屁股，谁让你起的？大家现在看到的不是我们二五届的啊，是咱们二四届的。那别给他撕了，下来吧。啊，不痛不痛。你往里面踩一点，就大家看，就是一般踩胯咱们没有这么痛，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踩胯是在垫子上踩胯，痛，哪的痛？头痛吗？痛，手痛吗？我这膝盖受不了，这膝盖。那就不踩这个，你踩这边。我们会根据孩子他的自身情况啊，这同学说。可能是膝盖受伤了一些、啊、然后说一边膝盖会有些痛，所以说老师会给他踩另外一边的膝盖。这劲跟我踩的一样吗？啊，他这边更大力啊，使劲啊，踩啊，伸直那边的膝盖啊。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五言广州校区、啊傅佳明老师班的早功课，这些都是咱们二四届的同学、哦、然后他们现在在进行升考冲刺。再直接我没有那边这个箭头啊，你说愚昧无知，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个聪明人会在别人的评论区这样说人家，他们都只是一群为梦想拼搏去追梦的同学而已，大家就是记一点口的了。念咒呢？欢迎大家为我们二四届同学就是鼓鼓力，谢谢这个雅丽宝儿，就是说我裤子很松的哦，就确实很理解啊。我直接上头条。舞蹈这个专业真的是，那边在痛苦和欢乐都是交织着的。这边膝盖好痛，你胯痛不痛嘛？痛。老师，我真的很痛。那你要不要踩吗？踩。那你就闭住嘴。啊！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啊，刚刚这个同学就是说很痛，然后老师问他要不要踩，他还是说要踩。痛吗？就是有时候是大家老师。就是看这边笑的，哈哈哈！但是他还是要练啊，有时候不是说老师强硬的给他踩。手拿走。哇！皮杰在这笑的可开心了，皮杰。
就刚刚大家如果都在咱们这儿的话都可以听见，就同学很痛，但是他问他要不要踩的时候他还说要踩。姐，你看我这边都到哪儿了，他们真的很努力啊，就大家评论区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和点赞啊。别踩小腿啊，小膝盖这边往里来。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来学习舞蹈膝盖不痛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元旦体验营和寒假体验营。当然了，现在寒就咱们的这个元旦体验营啊，它现在广州校区所有的床位已经爆满了，就是太多的同学报咱们的元旦体验营了，所以说广州校区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元旦营的话，那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东莞校区哈，你那边。然后具体的联系方式的话，就是关注我以后去后台去私信我，咱们可以去东莞校区做一个免费的校长测评，然后去报名咱们的元旦营。哎呀，然后想要来咱们广州校区的同学那就很遗憾了，就可以直接只能去我们的这个广就是寒假营了，咱们的广州校区只能来咱们的寒假营了。去吧。受伤了是不是就只能学文化课了？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小小的受伤，那我们会给孩子去养一下，一般不会出现那种很大的伤啊，就一般可能是小小的，就是稍微酸痛啊之类的会养一下，挺好的吧。然后你受伤除非是那种超骨折之类的，但是咱们广东言暂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哈，因为都是科学的会给同学们去练习的。一二三四，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五哒哒，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九哒哒，十哒哒，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五哒哒，六哒哒，这个会撕裂韧带吗？打打不会撕裂啊，打打它就是把你的韧带给拉伸一下，打打，但是不会撕裂的，放心啊，大家。哒哒三，好的，四哒哒，五哒哒，六哒哒，皮节七哒哒，八哒哒，九哒哒，十哒收。骨折不怕，就怕脊椎受伤。上次女孩练完以后回去高位载，这个应该是很早之前的事情，对不对？而且不是发生在咱们五研的，那一定是一些比较小一些的机构，对吧？就是他们可能老师的东西不可控，但是我们的我们五研呢，所有的老师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并且会定期进行全国性的培训。咱们广东五研的孩子，大家虽然看着会有些痛啊，但是他们其实都没有受过那种很严重的伤。来，你说如果真的说是进很多人都是这种高位截瘫的话，那怎么还会有人来继续学习舞蹈艺考呢？对不对？那这个只是出现一个很小众的部分，而且从来不会出现在咱们五研啊。有多大呢？咱们五研在全国17个省市都是有校区的啊。大家放心啊，就是我们的老师活动，他肯定是在一个限度之内的，不会说头拿走了又给我整个枕头来了，不会说给同学去撕得很严重啊，咱们一定是在这个同学他的身体情况 okay, 就是限度之内给他去撕。里腿卡膝，外腿卡膝盖下面，外腿卡膝盖下面，这个卡住他膝盖，你看我这不是手，拿远一点，卡住他膝盖，看得更全一些。学习欢迎大家领取一下我们这个左上的小福袋，然后左上角这个福袋的话还有，然后把这个腿四分钟转起来，咱们就可以领取了。然后那条腿卡在他的脚踝处，膝盖卡在脚踝处，就他形成了一个他动不了的一个状态。你先坐，你看我干什么？你看他的腿到哪儿了？我这个腿在哪儿啊？这个是咱们的撕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算是撕胯，不算是撕这个正腿，撕咱们算是撕咱们的旁腿。就要膝盖顶住啊！你没有转，把他胯根转回去，这个他那个胯根散，对。
这样往前推。有些人还是积点口德啊，如果有人去评论你家的孩子，对，往前压，是不聪明的样子， okay, okay, 质疑他追梦的能力，那希望你也能承受啊。就咱们都给这些二四级的同学多一点善意和鼓励，然后他们都是为了想考一个好的大学，想走一个好的才班，这个想有一个好的舞蹈的结果，所以来参加咱们的舞蹈集训。大家可以多给他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可以多鼓励一下他们，把你们鼓励的话打在评论区。好，谢谢这个520的鼓励啊，谢谢你的这个加油，也谢谢这个跳跳糖的加油舞蹈生啊。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我们这个左上角的小福袋，啊，然后也给这些同学们多一些鼓励啊！追梦人不喷，追梦人加油！谢谢小师哥，谢谢你。膝盖是从上的，谢谢这个安安酱送的嘉年华。哇，你们真的太好了，对这些同学们。要不然膝盖就伤了。嗯，会把你们的这份鼓励带到给他们的，希望他们30天后的省考加油。你要那条腿往前顶，大家可以领那哎，这些小师哥你们可以领取一下咱们左上角的小福袋，然后对吧？还有2分钟，你们可以领取一下。谁踢完了？2分钟的开奖了啊！你去踢。你去踢，往下一点点 ，OK， 对这儿，它那个胯本来就是容易抠，你看这个肉它是在这儿的，这个肉出不来，走吧，等一下膝盖一定要冲前啊，脚后跟找天花板的感觉，大家可以。左上角啊，领取我们的小福袋，马上还有1分多钟就开奖了。你来我这儿，咱们不领白不领，对不对？对，这个人算硬的吗？这个同学是吗？他这条腿开一点。他算是有一些硬的啊，就是他是好的同学里面算硬一些的，所以说老师要每次都要给他压一下，给他撕一下腿。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撕胯啊。这个同学其实非常的优秀啊，他的技巧和这个舞感都非常好，他就是天生稍微硬了一点点，但是咱们的前旁后完全都是一拍报纸的。这就开了。他是这个湖南的考生啊，已经参加完湖南省考，然后来咱们这里继续这个校考的训练。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大家还有这个40多秒就发福袋了，大家可以这个左上角领取一下我们的小福袋。下一点点，在这儿别动，放松，你这只脚。左上角领取我们的小福袋啊！数吧，30个。然后大家有问题就可以在评论区答出。哪边痛？跟舞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还有2秒，哎，开福袋了，看看是谁中了。前腿。这些同学就是刚刚中了福袋的同学，如果你想要参加咱们这个体验营的话，那可以有优惠的，你可以关注我以后后台去私信我，然后这边会给你到一个优惠价。来，给我。有小礼品赠送的，可以后台去关注一下，然后等我下播以后会跟你们联系。刚刚中了咱们小福袋的同学啊，可以后台去私信一下哈。上课时候上厕所。就在这打吧。准备前腿。快快快快快快！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准备。这个是咱们24届的考生啊。准备。往中间去啊。往中间去啊，铮铮。看一下，从这可以全部上到中间把杆的啊，来准备。前面同学呢，他是在练一下咱们的这个胯啊，准备后面同学呢就去一，抱立半脚掌，1、2、3、4、5、6、7、
走，一，领取下小福袋哈，各位朋友们，往上，再往上，往上，胳膊肘放松，踢腿，你肩膀使什么劲儿啊？反面，准备，双腿直接踢完了。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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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好了，半两掌，五六七八，一二一，大家可以领取一下左上角的小福袋，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舞蹈生的课堂实况是怎样的。二，边看可以边领取节奏，两个福利都可以。别抢，别抢，对，下面放松在上，放松在上，膝盖干嘛呢？升职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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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胳膊肘放松，这个是咱们都是二四级的考生，好，换前腿，准备，然后大家有任何跟舞蹈相关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做的不好罚不罚他们，范家长，他每次周测和月测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其实是稍微会罚一些的，比如说之前的手架重山榜他没做好的话下次录作业就录二十遍，就是这样子的罚，胯别掉，但是咱们罚脚跟顶住别晃，也不罚那些奇怪的一些体能，咱们就是罚同学们多去录一下自己的作业，干嘛呢？比如说你技巧今天练十遍，那你没做好就做二十遍，其实也是为他们好。这是以后你看，你这就对你就会容易一腿摔的。刚刚那个同学是吗？对，他很棒的，这衣服压迫功底好，这个力量是的，这个力量踢不到就往这儿踢就 OK 了。先找这个力量，小新同学。顶胯直腿，顶胯直腿，顶胯直腿，对了，是江西考生，再找，然后在咱们五年级以后，然后再给点爆发力，江西考完了，然后继续回来，再给一个力量，哎，烧烤，二次发力，好的，别锁腰，香香，直着后背，伸直膝盖了，好，收，后腿准备。然后现在就是咱们会练一下后腿，大家可以看一下，转，跟你一起踢啊，如果活动开了以后啊，六后点走，别加压啊，好的好的，周周端着踢，紧梁端住了，你的胯你的膝盖，膝盖是松的，大家看看其他同学，好的，大家拿远一点看，逢脚擦地经过，主力腿膝盖是弯的，大家可以领取一下我们左上角的小福袋，不要错过我们舞蹈生的福袋，左上角咱们还有四分钟开这个福袋哈，大家不要错过了，现在参加咱们福袋的朋友不太多哈，好的，回家大家领取以后得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找外开，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五年元旦寒假田营，收反面，好的，找旁胯，旁胯，旁胯，旁后腿，对，
小心你的屁股，哎呦，下主力腿膝盖，主力腿膝盖要伸直。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手多丑啊，把手架出来，膝盖再直，膝盖再直。有任何跟舞蹈相关的问题，可以打在评论区。主动抬起来，脚趾尖带动。小心点，主力腿。新娘主力腿都跨掉了，腰再往前塌，膝盖是弯的。想好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他们已经踢了一首歌的腿啊，可能踢了有一百腿了，活动腰还是挺辛苦的。同学们等一会儿是准备抱后腿了，然后所以现在说老师们会让他们稍微活动一下腰，然后咱们四腿呢已经四了两个同学了，基本上四腿就结束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四腰，但是一定是先要开腰的。同学们现在都在活动自己的腰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因为踢了腿以后咱们一定要拉伸，所以说同学们现在还是在拉伸的一个阶段，他们然后拉伸完以后就开始开腰。快活动，咱们有任何想了解舞蹈的朋友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评论区，五分钟、啊、这边可以给你解答一下。然后咱们的左上角可以领取一下福袋，左上角领取一下福袋哦。这个你好有性格哦，你刚刚关注了我们，然后那个可以领取一下福袋哈。省考什么时候？省考咱们的广东省考是全国最晚的，是明年的1月25号到28号，四天时间。24年的1月25号到28号是咱们的广东省省考，然后其他省呢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考完了啊，包括咱们的安徽五研啊，咱们的五研安徽校区今年出了状元啊，第一名还有第二名都在咱们五研，超级厉害，安徽省的。大家还要想要了解咱们五研的一些成绩和课程的话，就可以后台去私信我一下，关注我以后后台去私信一下哈。哎，咱们这个还有17秒的福袋就发放了，大家可以左上角领取一下我们的小福袋啊，左上角。还有10秒钟就开福袋了。因为你上考场有垫子吗？他没有垫子，不要养成习惯。哦，咱们这个刚刚领到了福袋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就是想要来参加舞蹈艺考的话，可以后台去私信我一下，然后这边因为你们领取到了福袋，然后会有一个优惠给到你们，喊咱们的舞蹈寒假体验营和元旦体验营的。开肩，开肩，铮铮。包括刚刚领取到福袋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预约个咱们校区的免费的校长测评，免费帮你测评一下。你手的方向跟腿都不在一个方向、啊。或者是你的家里的小孩他现在的一个舞蹈的身体情况，然后可以给他一个详细的一个测评报告，可以更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好了吧，子欣，来趴地，往前点，往前点，你在这趴的有10分钟了，你动没动一下呀、啊、你动了吗？那你去门口那儿活动嘛，把门打开一会儿啊。
喘不上气，你还又回来窝在里面，放松。哎呦我天哪，这骨头声，这个是咱们开间。嗯，打药。哎呀哎呀，这节目又干嘛去？干嘛去？这个是老师给同学们去撕一下药，这个就是咱们的撕腰，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这边咱们刚刚撕完了胯，撕完了腿，然后现在是撕腰。好了吗？别开了。这个就是四大腰啊，咱们一般胸腰就是上面，就是我的腿扎住这个脖子下面一部分，然后大腰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正常理解的这种腰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腰，舞蹈上的大腰就是这样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正常。用腰就是这个地方痛，来起舒展。老师们一般给同学们去撕完腰以后，还会给他把这个腰按摩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哎，黄阳青，你站出去干什么？感冒了就你就在那呼吸两口就行了。你别心，一会儿吐你再出去。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横舒叉下舒叉以后去撕腰，这个其实它会更难一些，然后也会更痛一些，但它同时也会更有效一些。就了解你自己下腰去抓腿这个发力方式，这样的话对你后腿能够就是找到自己的腿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转转哪疼？腰痛。胯痛吗？看反面。练舞容易得腰突病。腰突病是什么？哎，我暂时还没听说过这个。但是暂时来说的话，我反正是没有得，对吧？嗯。腰突病还真没听过啊，这个是什么病？没事。一般正常的话，咱们是，会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腰肌劳损，但是不会说很严重。腰肌劳损其实就是你，如果你是走坐，然后其实都会有啊。今天必须要搬。腰肌劳损其实算是正常的，比如说咱们打工人，然后办公室坐久了，其实也会腰肩劳损。腰间盘突出不会啊，很少哈。嗯，哦。这个不太会，一般是腰肌劳损会有一点点，但是腰肌劳损又算是比较正常，对吧？就是你在办公室坐久了，然后腰部没有得到活动，它其实也会有一点劳损。没有问题，韧带没有问题。但是腰间盘突出基本上是不会的。只要能下竖叉就可以扳直180。反正我这么久也是没有的。来吧，准备，就五分钟啊，已经差11分了，准备背。腰间劳损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然后一般是做理疗可以会稍微好一些，缓解一些。嗯。